哦，头里不舒服啊，我感觉又是从高空看下去啊，又是从很高的地方看下去啊，看很高的地方看下去啊，附近有机场啊，附近有机场啊，附近有机场啊，那个看起来很繁忙的样子附近有机场，有繁忙的样子啊。然后呢，有时候那个机场上的那个飞机的反光啊，会反到人的眼睛里边啊，反到人的眼睛里边，这种啊，反到眼睛里边，人眼睛就想缓过一下子，人就头里就不舒服一下，反一下子就头不舒服一下子，反一下子头不舒服一下子，反正收集信息啊，到最后的时候一开通的时候把那些。遇到的问题，把它一起解决掉啊！用技术手段把它一起解决掉啊！现在反正有什么战况，有什么信息收集到的，我们就把它记录下来啊！大概这么一个情况啊！好，那就知道了啊！好，再见啊，再见。